弹劾惩戒罚款哦，因公会都爱李焕英，议会国议就会使通过。是，按过这部分，伊就是违反权利分立的关系，就是讲应该是行政权、司法权等等在处理的，啊，变做拢要集中到立法权，这是唔对的，因为咱即马民主政治，权利就是爱互相制衡，袂当讲拢是立法院在那权。立法权独大的意思啦。啊，过来就是像迄司法院考试监察院的啥物院长啊、委员，伊拢讲迄个你。无写过论文的，袂当互提名，这就是合理歧视嘛。啊，阮做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，也是反对即挂歧视的法案，所以讲会来遮来抗议遮的行为。是，对。上一次礼拜二有来这边，就是立法院通过表示国会，所以那一次也有来过啊。虽然说这次法案还是过了，但未来下周还会有下一个，就是不当党产的，退步。所以对于转型正义这一块的价值，我们也认为是必须要捍卫的，不能够退让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站出来。